长大了可以跟他碰壁是吗？长大了可以啊。我可以像你这样子，跟他碰鼻子吗？我现在不想跟他碰鼻子，因为他很小。我就跟他什么？因为长吧，要跟他碰鼻子。哦，等他长大一点，爸爸现在不敢乱碰他哎，因为有时候身上爸爸可能万一有一些细菌，爸爸怕多跟他脸部接触就增加了他不小心那病从口入啊，从嘴巴这样子呼吸道这样子弄到他怎么办？为了安全呢、啊，好不好 ？OK，Sandra， 他叫做他的英文叫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Marita， 我不是，你说黄玉涵的，黄玉涵叫 Marita， 黄玉涵的英文名字，是的，叫黄玉普啊，怎么突然变黄玉普了？黄玉普，黄玉普啊，毛玉普啊，哦，要不要赶快睡觉啦？健康，黄玉母。嗯，黄阴谋，黄阴谋啊！我还要变成什么？你吗？你要变什么？我要变成这个毛衣小，变成黄衣布。黄衣布啊，那你叫黄小布，黄小妞。毛衣布。嗯。毛衣布。毛衣布。我变成什么？我还要变成什么？变成黄壁布。黄壁布。我要变成黄壁布。好，壁布。然后呢？变成什么？啊？变成什么？你要变成哦？你啊？你不是变黄壁布吗？不是他。他啊，他变黄黄悠悠。黄悠悠。嗯。黄悠悠现在想要干嘛？还在打嗝哎，那爸爸帮他拍一下哈、哦，好吗？有了，好了。